港区国安法，对我来讲，我们是支持的。香港人跟台湾人有一个共通性的，那就是长期接受殖民。英国统治的时候，那个日本统治的时候，给了你什么权利了？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，大陆、中国呢？给你自由，给你民主，当然不给你造反的权利。那么结果，香港人还感恩呢英国人统治，我认为那个香港少部分，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感觉到回到自己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。在香港感恩英国，在台湾感恩日本，那多是少数的喜欢被外国统治的，甘愿做外国的马前卒的这些人。但是大多数人，我相信还是希望自己来做主的，当家做主。